神兽归笼啦，我要忍住不笑，其实内心开心的不得了。哎，小妞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明天早上就要起早喽，五点多就要起来喽，上早晚自习喽。你今天晚上要晚自习？早点去学校去。今天晚上要晚自习啊。对啊，终于不用再过那种天天放学回来要交作业气得吐血那种了，全部到学校去做了。来来，我今天还要去幼儿园，带一天班，快走了。这就你上学的路上是吗？看到一点东西又在这里耽误时间，跟我想象中的上学不一样啊！我想象中的上学应该都是嘟起嘴巴，不开心的样子，这看起来挺开心的都。要不要我陪你们进去找班呀？要不要小妞？不要。不要啊？都不要是吗？很棒，对，呱呱叫，好多人啊！对面，学校就在我们家对面，不远。自己去啊，今天中午去幼儿园吃饭，知道吗？听到没有？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去幼儿园，顶了一天班，走到这里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高压锅的这个东西。刚刚说做好了，好吃的等我回来。这什么味道啊？一进来就闻到一股烧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黄爷今天在家里一个人弄起火来了是吧？把锅都烧掉了，哇！猪脚烧成这样子，天哪，发生了什么呀？一会儿问了，回来问问他。刚刚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情况，他在炖猪脚的时候把这个锅炸了。啊，我问他有没有炸到哪里，他说没有。哎呦，我的天，看到这一情况，吓得我的魂都没了。我以为他在哪里受伤呢，肯定是想看我们没在家，想好好做完等我回来吃。结果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咋掉，炸成这个样子。我小黑妞这一天头发搞得跟鸡疯婆子一样，快吃完了，我帮你梳一下。嗯。煮多了一点点，我也来吃。吃的不够，但是这里啥？对啊。我今天还给你买了个柚子，庆祝你们第一天开学，好不好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嗯。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开心吗？因为黑仔来了。嗯，黑仔。对呀，你哥哥呢？你哥醒过了？应该不会。哟，有延时服务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被烫是吧？还会吃饺子，黑仔。好。哎呀，会烫。开。红心柚，快点吃完了。他可能不知道下课没下课。嗯，他没有零。白走了，赶紧吃完了帮我拿几个柚子去吧。拿这几根柚子给他。这是我的，我也想要搭的。我是最小的，我是最小的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老师让我们搬桌子。哦。拖延了二十分钟。我以为你不知道回来，赶紧吃，快点，饺子做好了。快吃，饿吗？吃完拿几片柚子去。这个男人回来了。请问刚刚那个厨房是什么情况呀？吓我一跳！你这个厨师，高级厨师，怎么弄的厨房还会爆炸呀？睡着了。你睡着了，在那炖着猪脚。真的是人才，没弄到哪里吗？你听到声音，然后就起来的。你没吓到吗？还装啥呀装？
人才在那里，这里炖的猪脚居然人睡着了。把这碗饺子吃了，我刚煮多了，吃掉。嗯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中午吃的啥？我想问你。没吃吗？没吃，把这碗饺子吃了，刚煮多了一点。吃了吃了。